You know it still hurts a little bit, but not that much. Cause if you want somebody else, who am I to judge? I've been thinking about you all the time, but that's alright. I'm starting to get used to it, think I'll survive. 狗太肥脚，这个水饺很像是炖水饺，然后是韭菜口味的，然后比如海南菇、海南，再不是放黑壳，平均台币16万，然后有八颗，一共130，算上好吃，可是有点太贵，然后海南像台湾的回锅。 有点像蒜味拉面，先吃看看。它老是比较清淡不油腻，喝起来滑顺，然后有点葱香味，你可以试试看。肉，我一吃进去它的叉烧，它的脂肪一吃进去就入口即化，然后它的叉烧蛮有味道的，就是一人酱油的叉烧，是西面。 它的肉是属于是五花肉的叉烧，脂肪和叉烧切的是入口即化，然后它的评价是3.9颗星，酸香味跟很清淡的，是吃的不腻，我一直想要吃下去。那汤头有点像是蛋子面的汤头，然后加了很多有大蒜，很香。 偏台湾人喜欢的口味，我给他评价是4.6颗星。You know it still hurts a little bit, but not that much. Cause if you want somebody else, who am I to judge? I've been thinking about you all the time, but that's alright. I'm starting to get used to it, think I'll survive. I'm at you in the sun. 试试看它的蒸蛋，它真的很好吃，还有刚刚的味道非常浓郁，里面好多红肉。我知道蒸蛋它非常好吃，吃它的。 它可以寿司，够非常的大面。试试看，非常的新鲜，麻辣的酱汁，可以吗？稍微，非常的新鲜，然后吃起来的味是非常甜。醋饭非常的好吃。 我们刚刚已经吃完了这一家的寿司店，他们家寿司店的寿司算是还蛮新鲜的，他们的都是日本师傅手捏的寿司，就纯手工捏的寿司，是你现点到现做的，它价格也算是还蛮亲民的。 如果来新摘桥这边可以吃吃看这一家，还蛮推荐的，而且价格还蛮平价的。点那么多，一个人平均大概300、400左右。 再试试这家五五一的包子，试试看。嗯，它的外皮有点甜甜的，一般台湾买的都是那种一块一块的那种，就是打成泥，然后里面加点那个洋葱，吃起来里面的肉是非常鲜甜的。相对来说可以试试看，还不错吃，但是它规定一直只能买2个，所以就自己斟酌看看，真的想说还不错吃。 算是好吃的包子。后面有很多人在围观，我看到底什么东西这么好笑呢？
就是道顿节的龙桥经，然后再转过来，在古林口后面这边就是新斋桥，最主要的一个道路，然后旁边有个古林口的招牌，最有名的的标志。来大阪一定要来看到这边的古林口，跟古林口拍一张合照，对不对？好，OK，继续走了吧。